穿这件千万不要配靴子，要配高跟鞋，一定要配高雅的高跟鞋，哦、对对对，要不然太连绑带凉鞋都不可以哦。你配靴子就是芭比就出来了，对对对，像去混夜店那样子的感觉。不是哦，我们没有讲混夜店，我们芭比，芭比对、嗯，肉味也是夜店，但是有喝酒酒店那种酒店。对，然后这一件呢，因为它的这个单边的单肩带这边它有一些变化，对，虽然一样是单肩，然后又是豹纹，我觉得因为豹纹它是比较原始狂野的感觉，所以你要把自己弄成女泰山那种风格，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那这个你可以搭配大的金色的耳环，各种金色的配件会蛮好看，所以这件我还可以留。这件。我想要有比较优雅一点的感觉，所以但是买了它真的从来没穿过。厉鬼红哎，这个这个是你手会哎，手秀就很白手 ，OK， 因为有白手，这个就容易变厉鬼。突然像很像 Billy 姐的衣服哎，你乱讲。你老、哦、老实说，我刚刚想的也是厉鬼。对啊，他很厉鬼，因为他搭配这个袖子多像厉鬼。丢了啦，我觉得这可以留，但不是给他穿，因为。我要讲了，像这么红的颜色的衣服，皮肤白的人不要穿。哎、欸，不是会更白吗？就是因为更白会更像厉鬼。哦哦，对，还有皮肤白的人穿这么红会看起来很老。哦、所以你知道这件最适合的是谁吗？韦如，韦如 ，Nicole， Nicole 穿会超好看。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而且它会显白，不相信，真的假的？你口欧巴对呢？我从来没穿过这一件呢，因为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穿。没穿过，哎，好看呢，哎，变白了，马上变白，变白，真的好看，好看。去找你的欧巴，白一个色阶，你去找你的欧巴，你们两个变韩剧里面的人了，好好看哦，反而变好看呢，真的变白耶。真的、啊、真的会变白，穿在别人身上就发现，哎、欸，它好看。真的变白，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衣服的，它还不能穿正红哦。不能不能，因为正红它很老。像这种有一点点带荧光色系，就是适合皮肤黑的人。哇，来，先生进来，好特别哦。夫妻搭配，多好看、啊。明君兮，哎，真的好看。不得不佩服明传老师锐利的眼光，想不到这件斗篷上衣在 Nicole 的身上竟有如此明显增白的效果，所以说选对正确的服装颜色来搭配肤色的确是十分重要的。这个红它穿起来脸色变白，所以皮肤黑的人要穿红色要选这样子的红。没想到，好神奇，这个红叫什么颜色？厉鬼红，就厉鬼红，厉鬼红，真的，你出去应该没有办法有人买厉鬼红。它是带灰的红，灰红，带灰色的红，像任拔身上那是正红，正红，对，灰色的红，正红他就不能，他穿猪肝红，他穿那样会看起来很老。但白的人可以穿正红，对，我可以穿正红，是，没错 ，OK， 好，对，然后他这边还有一件是蛮让人意外，我有把它留下。我觉得。我模特身上穿，这是韩国买的哦，然后模特身上穿好好看哦，可是我忘了看他下半身到底搭什么，回来之后就觉得哎，好像是市场里面那个妈妈会买的针织衫，而且他后面还拼接了蕾丝，对，就觉得但是有细节要留吗？还是老师这件我会留原因是因为其实它在平常日常的穿搭里面很好用，因为它的颜色，第一它是裸色，再加上还有一些这种里面有再缝一些亮片，那你在一些场合或者是配牛仔裤，你会穿出另外一种风格。而且像这样的衣服啊，看起来越妈的衣服，你反而要给越年轻的人穿。比如说我们今天军团们 ，Abby 应该是最年轻的吧？一方面我看他 Abby 身上那件小外套也是蛮不顺眼的。哦，就是。就是那个美人节讲的 ，AB， 你我来来来，不要拖你，这就是绝对不要买的东西，各位。我告诉你，几乎每一季每一家都出这种东西，不要买。像这种针织，这种开襟是不是很丑？对啊，感觉那比例怪，太大了。对，年纪又大，然后比例又怪，就跟你说不要买。是很生气，直接掉到这种。魏友，你有讲不要买啊？有啊。你有跟他讲？他买每一件衣服，我都跟他说不要买。是每一件。你不能这样，你是不要让他花钱吧？我是不想花钱。咦，好亮哦！真的是专业的，很好看。对，
他的肤色很适合。然后他不是里面有戴一个项链吗？对，我们可以把它稍微露出来一点。哦，哎，变小公主嘞，对不对？所以这种月妈的衣服越要给少女穿。月妈的衣服，哦，原来是这样。它里面如果它是配一个长裤，会非常好看。牛仔长裤啊，对，或者是里面搭要配对颜色哦。对，内搭穿内搭穿白色色。千万不要配黑色，很多人想说我要做出对比，你不要穿黑色小可爱，肤色，那你要穿白色的话，也不要穿背心的白色。对，如果你要穿白色，请你也选择七分袖或短袖，就是要让颜色的层次不要落差这么大。对，嗯，要考虑了，就肤色啊，还有什么好说的？已经教你怎么穿了。哇，哎、okay, 欸，我发现我人生的另外一个职业就是我帮别人买衣服都很适合，你看造型师。穿上去跟这件差多少？差太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哎，这样子真的好看。每个人都很爱买这种东西，不要再买了，你已经够多了。我劝你不要再买了。丢掉说可以，他说要遮手臂。旁边喃喃自语说可以遮手臂。那这个也可以遮手臂，你这样手臂更瘦啊，那样子哪有遮到手臂？对，那样看起来更快。蝙蝠袖，然后圆圆的，其实都会让你看起来很壮。对。知道吗？乖，好不好？这件衣服真的丢了，也被丢了。既然你刚刚讲说你喜欢豹纹，所以也没有，就觉得女性应该让大家看一下到底豹纹怎么穿出高雅的感觉，好不好？来，我们把豹纹交给冠霖。面对容易显风尘味的豹纹小洋装，李明川老师似乎有不同想法，人究竟要如何改造才会有高雅的感觉？这也让人感到非常期待。李冠霖。